是今仔日穿真诶，啊，嘛老穿诶花花。大阿妈，我在这里。我是阿妈。阿妈，那今日要做啥？今仔日要食糖啊！阿妈讲着食糖，着足欢喜啊！你看，人个来传来食。好的，加这颗是日本做的，是我前天在大串的时候所看到的一种糖果。你们有没有看过糖果的造型，对不对？现在先让你们猜一下，阿妈来今晚先和大家就看公仔，现在又有这是下面看的糖啊。阿妈跟恁讲啦，阿来讲要给恁要，要讲的是啥物糖啊啦？咦，阿罗嘞，三四行啦。够难又串啊！我甲恁讲，咱即摆要食啥物糖啊？吼，嘿，答案就是这个。够难食过这种糖啊！阿妈，咱即摆来食看卖。阿妈，你听，是塑胶的味，这应该是葡萄、水蜜桃，这是柳丁。啊，那切一羹一羹的，切切羹一羹的。阿妈，这是哈密瓜，哈密瓜就是迄果仔喎。你顶摆去水果店买迄果仔水蜜桃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试试看看大串买的这个零食好不好吃呢？那大家来吃啦哦，吃糖啊啦哦。阿妈，你要吃做一个水果，柳丁，还是水蜜桃，还是要吃葡萄，还是要吃果仔？我要吃果啊！大家来吃啦，这讲溜丁啦，哦。我吃哈密瓜。阿妈，你袂使，你袂使讲同款的话哦。你较早食迄，食迄。食啥？你正常食这烤串啊。食迄烤串。对啊，你正常食这烤串。这低啊呐。这不是。这味敢那像低。阿妈说，阿妈说，豆包哥是猪。南京哥，你看南京哥吗？蛋黄哥，那要首先低了。大家觉得这个是低吗？好，如果家中，如果你家中有阿妈的话，来，快点这个画面，去问你阿妈说，阿妈，你刚刚在洗什么物件？这是洗这低。要洗钱吗？不是，阿妈在洗这低哟。阿妈。来，接下来哦。吃东西之前，阿妈侬要先品一下嘞。我这个品起来是无什么味，我阿妈你品，我品你的。阿妈，我品到你手香香的味。我手嘛。手香香。好啦，大家来吃哈。那我们来吃。我吃了，这个味啦，肉酱的味道，系啦，肉酱的味道，我比较喜欢。阿妈，哈密瓜。如果你喜欢吃糖果，可是又 不太喜欢吃太甜的话，我觉得这是可以参考的。咩啊？味真甜啊，太甜啊！阿妈，你要来唱一个歌无？唱啥歌？丢丢丢糖啊！丢丢当啊！你做阿妈，阿姨的阿妈一定丢咯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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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小孩子啊，低头爱笑。这好诶，大家欢喜一天。我夸你蠢。